哇，Falco，真剑对决，真剑，认真。好，那么再开始 PS2。对。射两枪，效果不是十分显著。对。先刮了两下，三下四下，哦，漂亮的一个小 combo。YouTube 也很好被 combo 哎。啊，对。太大只，就用那个尾巴。哎呦！哦，直接这样子回来。哎、欸，有。可以了。一奇怪的 smash。啊。啊，瞬移。对。不回避也是瞬移。是他又回到原来地方。哦，这个漂亮的遮挡。直接不知道哎、欸，直接两个都很那个。100% 啊！太好杀了！哦呦，哎呀，选择拒绝守边。对，刚刚是好了、哎。那现在两个，其实谁？我觉得 BOSS 应该是哦，漂亮的。前贝尔。那不过其实博平打，如果 POPO 打 BOSS 比较麻烦点，就是说，就其实。陨石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小雨是，哎呦，他死了，应该死了。应该就是说，招梦奇压力很高，所以其实波波会打蛮那个辛苦。哦呦，哎呀，啊、这个有被读到他的反射。有招梦永远都这样，他反正他就先放个反射这样子。那超梦全力嘛？对啊，招梦就是这样啊。我出剑杀、啊。对，出剑杀。跳开比较好。知道就不会再做。哎、欸，就会想做，因为你会反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不会再继续反射。哎、欸，给压力。嗯。combo 没有。哎呦，哦呦，这哦、哎，直接抓他滚。这个，柏林来说不太妙。不过没关系。combo。如果柏林现在打到那个发速的话，是很快杀的。很快杀。combo 就稳稳。优势的时候很优啊，嗯，想做什么？哎，你也想要很酷的 combo？ 哦，这应该杀！哎呀，他选择空上啊，应该是，真的应该 combo 可以。我也觉得 combo 比较好，有一个稳定啊，稳定啊。对啊，有可能是稳定。但，哎，没有打到。他刚应该是想要用一个特长盾，哇，有啊，直接被那个。直接嘴巴直接吃影子球，对，是吧？哎呦呦呀，这个对，对我来说不太妙。完美的那个回转，对，好、哦，直接一个贝尔，现在99%，对，对我来说蛮危险的。可是如果他能够接下来赢一些 neutral 的话，是有机会的。有 neutral 现在在 Popo 身上，没有，对，没有。你看，他前面在看你有没有反击。他是想试试看嘛？他就因为他是按嘛，按就会中。哎呀，按的不会有损失，这样子吗？这大根尾巴。哦，这个是碰碰机会。手边玩。还没。拒绝手边，有想要电着他，抓那个。哦呦。心理战，要不要反随你？他应该不会反。好，现在碰碰紧张哦。很紧张啊！现在不能做任何一个，尤其是在你对手手上有那么大颗。哎呦，直接你看，又反射了。很安全吗？安全。哎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啊，好吧，自杀。对，紧张了。那个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我自己看的也觉得很怕。尤其是就是有一个人要拿一个枪，然后要射不射？对。是我手机出问题了。出什么问题啊？给他一个贴图。哎，比较可爱。是什么问题？刚刚没问题。没有，我们都有看到。哦。
阿雪在场。等战场的话，要休战啊。对啊，刚好，因为大家比较喜欢看比赛嘛。对啊。有些人用手机，又不能一边看一边打字。对啊，那就麻烦了。那选战场的话，还有粉红色啊，粉红标控，那康特币。那那个选战场的话，对 Combo 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。康宝很多，对，变成饕餮了吗？应该不会，可是比较好杀了。哦，直接哦，不会转吗？远距离又射一枪，对。现在，OK， 安全。好，谢谢蒙多。谢蒙多。这个空上 combo 酷。在，哦呦，哎，没带下来，卡到平台上。我想要，刚刚有读到他滚，可是动作有点慢。哎呀，读到了。是 SOS 的经典的招数。就是跟加农横臂一样。算是吧。异曲同工。不过现在。Ghost 其实到了一个不安全的趴，哇，它是什么惯性回场？对，应该是惯性。哦，漂亮的一个收场阵。他们不见得打会轻松，毕竟是 Popo 的主场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场应该是 Popo 比较。现在有没有看到超梦 Bullshit 尾巴？哦、这个很痛，我直接给他一个。Combo 不是很喜欢放攻击判定的那个。嗯。哎、欸，有、哦、尾巴。对、這個，他每次都这样子回来，招什么的。不安全啊。是啊，你还是可以比较没打到。嗯，他可能赌他放弃了。啊、嗯。哎、欸，有、手边。本来是被百倍打到。对。没射到。还有那个蓄力状态，应该是想要抓他，他、這個、又来哇、哦！这个变化有，超梦危险，现在如果波波能够，哇、哎，好痛，一个被毒到小跳，对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想回避，想反射，有安全手边。发现他很擅长，就是被手边的时候做一些花招，然后自己就不被手边。哦，好猛哦，是啊，所以他要做花招。哦，这应该是有港喷。对啊，好，现在两个，然后 Popo 能够接赢下一个 neutral 的话，就会追平。分羞涩，哎呦，糟糕，这个跳起来了，对，跳，哎呦，怎么没有啊，安全啊，安全，这个波很危，压力很大，哎呦，直接挡掉，这是对 Popo 来说是好消息。现在 Popo 持续施压，不让他击任何影子球。哎呦，这个很危险，我靠，怎么倒地了？哎呦，怎么会倒地？哎呀，看到，可惜。哇，啊。恭喜 SOS。